你做什么样的呀？啊，你太强了，你太强了，刚毕业刚毕业。
好久没提了，好吧，也算提一提。我第四，你开机啊吼，你开机。Go！哎呦！不过，
Boca a boca, ó!你要打到去了，不要走哦。
的老鼠屎的，我有屎屎的，我懂啊。上场时，回归在上场时，中你已经鲜花球已经两次上场，被换掉了四球。回归在上场时。
来，快点给吐哦！快进啊，快进啊！对呀，违规在上等，什么叫做违规在上？违规在上等就是你先发球已经两次，你已经下来一次，再上去一次，再下来就不能上了，你又排上去，这个叫做才叫做违规在上。或者是说预备球员先发，或者是预备球员上去替补的，然后再翻下来又上去就违规，不能上去了，你还在上去，这才叫违规在上。抗议式的球员能不能再上场？来防！是啊，那违规替补是你要上去，比如说预备球员上，比如说就做暴力。阿伯见哈，三位要注意哦，三位。这个叫做违规替补，这个不叫做违规在场。你讲完，就是我是讲完。快点，快点！哎哎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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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林自身本来是好的，好的，阿行体力就是不太多，所以去。你在比赛，你的体力是不叫你违规在场，你是违规在场。哎，那就是我不能做，那我来，你打了我，一定是不会打。对了，你先关键，哦，来，王哥，王哥，来，老板哈，赶快了哈，我们来几百啊，注意啊。你这个不可能这样做，今天一点。打死！回归在下。呀！来！这个怎么？这个。好。我只能这样讲，就是说。快！
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会花钱请自己歪搞？啊，你都已经寡人，你听不？你本来是上上的比赛，现在比赛，我们已经换十六号啊。对啊，我知啊。我今天就是叫十六号继续拍个错，我错在无理无，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无啦，我都到底怎样啦？唐叔，知啊。这是大妈环节哦。我今天你叫做教练啊。我一定问你嘛，我打，你讲你一定是两公斤，对啊，今天这个今天这个回话会在这里上场比赛里补充，这样子到人就会在。我拉倒，我话没说，我话不对，不对，难怪我会永远来在，就他们对手，他一直在不就在你跑了嘛。无啥正常，无去骗派出所，无讲的是你阿比如来面的。
OK 啊，再来。
有，我感觉第二个要用醋，因为不过讲着十六号迄个，如果后边迄用玫瑰以后，后边迄个又用玫瑰，感觉无完全。但是，因为如果是用错位处理的话，正位就是正位是就是原来第四道的，原来是这样处理，所以第四道会再换一个人上去。没有，正位出局之后换第五棒出局，所以下一轮回来这个十六号自动就没有。你知道有幾有看嗎？有啊有啊，看會更不夠而已，更不夠
停了。对方五下二上。Thank you.
退休要从啊，退休要做菜馆啊。两分，谢谢。